哎，小珍真的除了靠运动饮食变瘦之外，她现在整个脸是，也是因为她第一次来敲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说，因为我们就是身为公众人物要负责，是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再多试试看，嗯。所以后来刚刚熊姐提到，后来试了三个月之后，真的觉得哎是有感的状态下，对，才敢说哎好啊，那我们可以来帮你代言一下。对，但她说这个很差，然后叫大白就流失了。然后你是靠这个饮食跟健身瘦下来的。那其实很多人运动到很狂的时候，那个脸啊，整个是这种瘦搭皮的那种状态。但是你不会，在我后来发现说，你运动完回去要赶快洗澡，因为其实连汗水都会让我们皮肤老化。哦，对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美感，你看女生有多辛苦，对，就是一直要不断的保养，然后呢，运动也要运动的对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常，赶快立刻洗澡的话，皮肤也会老化，所以呢，就是要内服外用。里面就是要靠我们的胶原蛋白，然后能够补足我们已经25岁像溜滑梯溜走的胶原蛋白，对啊，然后外表当然就是要靠运动啊，靠一些这个保养的方式。对，那听说这个优德基的这个胶原蛋白，它的这个分子是非常小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是超耐，因为现在胶原蛋白太多种了，那有些胶原蛋白你想真的喝了每一天，就算你照三餐喝，但是它如果无法吸收的话，也是枉然，就是白喝的啊。而且它的这个优德基的胶原蛋白，它是超过大概就是1万 milligram， 对，就是外面其实大家有在吃的话，会发现胶原蛋白通常一包大概5000，是啊，大概还有2-3包才会达到这个高纯度的。但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这样，比如说我运动也是要足量，对，但是喝胶原蛋白也是要足量。那如果你没有足量或是过量，其实都对身体没有帮助。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，我想很多女生怕有一股腥味，尤其是我们刚才超过你说这个1万 milligram 这么高纯度的胶原蛋白，没有腥味吗？没有，我曾经喝过那种真的很有腥味，你真的打开就会想吐，然后一种鱼味这种。对，但是女生就是觉得说为了漂亮就是敢吞了。对，但是现在越来越进步，就是不用那么辛苦啊。因为胶原蛋白，你看我们优德基还有出奶茶口味，奶茶口味，你喝看看，因为我这外面奶茶就是热量很高。对，但是这个奶茶你喝，好，我喝喝看，它很香，然后喝了又没有热量又很低，然后又可以同时补充胶原，就很像那个利他奶茶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完全没有腥味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很好喝啊。对，因为我真的每天在克制自己喝这个奶茶口味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喝。但是就像我讲的，就是胶原蛋白这东西补多或补少都是过而不及，就是适量就好。适量，对，哇，真的很好喝，我真的没有喝过这么。你再喝一口嘛，我再喝一口。对啊，因为我感冒，想把它弄给你。自己喝，我等一下跟熊姐要一瓶。你喝完这个胶原蛋白之后，你这个皮肤前后的差异是什么样？有差异，因为像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每一天都会擦乳液跟这个婴儿油，洗完澡之后。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，有时候皮肤它还是会吸收不了。对，有时候你真的每一天这样子擦乳液，回晚上还是会觉得身体很干，或许是水喝不够多也有可能，或许是水分流失太多。是，但是我会发现说，其实慢慢开始接触优德基之后，喝完胶原蛋白，你的身体的弹性是跟以前不一样。就是我这样子碰你，它会自己弹回来这样。对啊，不然它是会怎样？你是失业吗？就是说它的弹性是保持住的。对，然后最明显的就是去按摩的时候，按摩不是要躺那个椅子，会有压痕。对啊，那个床上来都会有压痕，那就是胶原蛋白超级流失。对啊，它可能要过以前可能要过个1-2个小时，它才会恢复。对，现在可能就10分钟20分钟它就是啊。所以这是我觉得身体最大皮肤弹性最大的。那更美丽这样子。我真心觉得，其实女生的漂亮美丽不是靠身形跟外表来决定的，是由你自己决定要散发出什么样的魅力，什么样的自信给大家。对，对啊，那我觉得女生只要一旦你的肤质变好，状况变好，你自己就会有自信。不管你的体型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对，对啊，我觉得你有自信是最重要，散发出来给人家就会觉得哇，你的气色很好。是啊，所以就是鼓励大家真的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好好的爱自己，就会找到爱你。哎，是不是？这个言下之意是，言下之意就是，其实我要赶快靠自己。好了，没有没有
只有男女人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不管是平常运动啊，或者是说我们外面擦保养品，由内到外，就是我们吃的保养也很重要，双管齐下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就谢谢小珍带来给我们的分享喽。好，我拿这会不会被踢上压力裤？形状不太一样，应该不会被踢上压力裤了。